放屁，你看看瑶瑶身上的伤，你却说没有推下她，我真是对你失望透顶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真是重生了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导演换 BGM， 奈奈快来呵，就因为这个小贱种抢走了我的父母和哥哥，这种场景真是让我历历在目的。姐姐，请你们收留我吧。奈奈啊，你看她多可怜呀，要不咱们收留她吧。行啊，那妹妹跟我来吧，呵呵，好戏开始了呢。爸爸，这是我和妈妈在路上捡到的小女孩，她叫瑶瑶，以后就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了。瑶瑶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见哥哥。不行，我要把她全家抢过来。哥哥，这就是妹妹了。就在这里，瑶瑶已经喜欢上哥哥了呢。你带瑶瑶去她的房间吧。好的。一会我带你去学校。我收拾好了，姐姐，咱们现在就去学校吧。我得想个办法陷害他这个 SB。要是我有系统该多好啊！恭喜您激活读心系统。读心系统什么鬼？这系统说来就来啊！还是读心系统呢？上课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。同学们，下课。姐姐，你能跟我来天台一趟吗？我要把他从上面推下去，再骗别人说是他自己失足落下去的。我真的。还想推我下去，哈哈，可笑。联系一下哥哥和老师，一会让他们来看热闹呢。是吗？怎么了，妹妹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姐姐，你站在我前面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啊，瑶瑶？哼，都怪你，叫我出尽风头，我现在就要把你推下去。哥哥救我！瑶瑶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好心把你带回来养着，你竟然敢知恩图报喝，你完了！瑶瑶，你竟然这样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以前还好心的心疼您是捡来的。妹妹呀，你先下去，这里就给我们解决。呵，傻孩子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，先去宿舍吧。对了，现在要去买一个摄像头，这个寝室造谣我偷他的娃娃，我得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老板，我来买摄像头了。箱子里自己呢？支付宝到账10000元，省信了。应该就是这间宿舍了。你们好，我叫齐池奈，多多关照，我知道你们的名字。好的，那一起去玩吧，我们等你。好。我亲爱的妹妹呀，你应该很饿了吧？你先去吃饭吧。现在安摄像头吧。就这样了，我得先去吃饭了，饿死了。呵，那个傻逼竟然敢让我出丑，不行，我得污蔑他。我记得我有一个娃娃，就假装是被他偷的吧。